哈里一脉离开王室时，威廉夫妇松了一口气，闹剧终于过去了。三年前，哈里夫妇离开王室，没想到引发了蝴蝶效应，为王室带来了无数麻烦事。查理三世继位后，矛盾不光没有缓解，反倒愈演愈烈，麻烦事也集中爆发了出来。哈里王子一脉直接离开王室时，威廉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，闹剧终于可以过去了。王室 F 四关系并不和谐，一切都只是粉丝一厢情愿而已，追逐利益才是人的本性。当时哈里头脑发热，直接离开了王室，并且给出的借口是寻找自由。如今看来，这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简直就是在糊弄大众，死后的生活都在碰瓷王室。王室专家凯蒂·尼克尔爆料，威廉和哈里关系已经决裂，并且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当苏塞克斯公爵宣布离开王室，威廉王子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并且表示戏剧性的一幕结束了。凯蒂·尼克尔在接受皇家节拍采访时爆料，威廉和哈里都是可怜的孩子，生活在如此复杂的家庭，幼年丧母父亲又不负责，大部分时候必须依靠自己。哈里王子性格上的缺陷不胜枚举，曾经哈里和凯特的关系不错，三个人经常一起出席公务，被称之为王室三剑客。但是自从哈里成家立业之后，彻底疏远了哥嫂，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仇人一般。梅根和哈里仅仅相恋18个月，就迅速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这桩婚事遭到了威廉的反对。剑桥公爵建议弟弟好好思考一下，不要这么着急结婚，但是哈里不光不领情，还跟哥哥产生了隔阂和矛盾。当时威廉给出的意见是，哈里和梅根发展得太快，很多事情都没有搞清楚，就不明不白进入婚姻。毕竟威廉和凯特相恋10年才携手走入婚姻，哈里显然没有考察清楚。王室专家西蒙佩里也认为，威廉王子是关心则乱，不希望弟弟为情所困。但是哈里的反应很强烈，认为哥哥是在多管闲事，彻底伤了威廉的心。根据太阳报的爆料，两兄弟的关系还在持续恶化，甚至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即使一起参加国葬，四个人也是全程没有交流，凯特王妃的目光更是宛如刀子一样锋利。事实证明威廉的想法没错，哈里情商智商都不足，无论是否离开王室都会被梅根直接操控。难怪威廉当时松了一口气，认为哈里一脉终于脱离王室，双方不再有利益冲突。但是威廉没有想到的一点是，哈里夫妇为了流量无下限，还是在不断挑衅王室。由于没有一技之长，只能靠爆料和抹黑王室为生，这样的生存方式令人不屑。显然哈里就是个大麻烦，无论在哪里都会引来是非，梅根还在不断抢风头。但是令人遗憾的一点是，王室彻底对梅根关上了大门，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一席之地。国葬期间举行了盛大的宴会，查尔斯夫妇和威廉夫妇盛装亮相，唯独没有苏塞克斯公爵夫妇。愤怒的梅根不请自来，但是却被挡在白金汉宫门外，吃了一个无情的闭门羹，被轻视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但是梅根夫妇别无选择，待在王室也只能当个小透明，因此还不如卷铺盖走人，至少可以在海外发展事业，巨大的王室光环也能变现。难怪威廉王子当时如释重负，认为梅根夫妇离开后，王室至少可以变得清醒一点。但是令人诧异的是，哈里夫妇不断爆料和抹黑，给整个温莎家族带来不少负面影响。现在查尔斯提倡精简王室，就是要把哈里一脉踢出去，来个神不知鬼不觉。哈里已经失去了王室头衔和军衔，即使回来也只是个配角，还不如留在梅根身边当小跟班。俗话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哈里和威廉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程度，查尔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如果戴安娜王妃还活着，会想尽办法来化解矛盾，而不少袖手旁观做山观虎斗。不幸的原生家庭给哈里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，悲惨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。梅根比哈里大4岁，可以充当戴安娜的角色，也能弥补不少遗憾。威廉王子一脉成了最大的赢家，而哈里却输得一败涂地，甚至被踢出了王室，这也许就是成王败寇吧。